而另外，港星成龙昔日婚外情女友吴绮莉，她最近带着女儿高调亮相，来替香港《明报周刊》来拍封面。昔日的雅姐吴绮莉最近到香港出席公开活动，身材明显的丰腴了不少。自从她和成龙发生婚外情，生下女儿之后，即使两个人已经分手多年，媒体的话题还是围着成龙打转。我觉得事不关己，己不劳心咯。咁我自己即系，我觉得系最紧要系照顾好自己啦。吴绮莉说，11岁的女儿知道爸爸是成龙，不过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，而女儿也没有相认的念头。对于即系爸爸会有啲好奇啊，或者想知道咁样。冇啊，有个姐姐走埋嚟问我，即系再问呢啲问题咯，一样咯。多年来带着女儿在上海住豪宅，远离娱乐圈的吴绮莉最近频频到香港出席时尚活动，而且还带着女儿接受专访，成为香港《明报周刊》的封面人物。斗大的标题写着小龙女11岁了，吴绮莉不希望她重蹈覆辙。此番高调的亮相，外界解读很可能是成龙每个月给的百万安家费不够用，吴绮莉打算要自己赚钱。不过也有人说，吴绮莉在上海的画展即将开幕，这些亮相全都是为了画展做准备。重点新闻，江明珠综合报道。好，正午大。